大家好，我是涛子。Spidey，大家好，我是老蜗牛黑蜜。今天要和蜜去我们县城给蜜要办啥？医保卡。对，医保卡这个特别重要。是的。去年呢，因为就是那时候我们在外地，所以没赶上。等我们回来准备办事，那个时间已经过了。今年呢，也一直等到这个时候，好像是几号？我看说15号还是20号以后，今年也不办了。是吗？我们要抓紧时间办。去年弟弟和玛丽给玛丽办了。我们小蜜应该也能办出来。上次我们去过一次，因为我们那个东西没有拿全，像户口本啊有的没有拿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全部带了，去看能不能顺利办出来吧。走。你知道医保卡是干嘛用的不？就是住院什么的用的呀。住院可以用哦。确实，如果像去年我们要是办了的话，去年你看今年哦，那时候住院花了7000多，那个钱可能就是。我们自己出个1000多，不到2000就够了，剩下的全部就报了。所以这个特别重要嘛。以前好像是听说办不了，但是去年玛丽办了，那你就应该也能办。啊，我们抓紧时间去办一个。办一个。昨天去给我同学娶媳妇了，你看这车，走时洗得干干净净啊，回来时就成这样了。看来就是下雨天根本不适合洗车，是吧？没事。我们陕西这边呢，天天下雨，但是山那个是小雨，然后车也特别少。因为现在是它都是到秋天了，秋天了雨就少了，它也不像夏天就下那么大。知道了。我们现在到县城了，要做个核酸，结果来的稍微早了一点。是。哎呀，2点才上班。要等个十几分钟。还不早，你看人排队那么多呢。已经在排了。关键这两天我们这边没有他那个，没有集体去那个采集，所以没有做，只能到县城来做一个。来到我们县城的市民中心了，好像是要先来这边要去登记一下，我们先过去吧。那个还没有办好，刚才呢去就是登记了一下，说明天让我们才能去交费，因为登记完他信息可能还没有上传上去。所以真的没有那么容易，我感觉。这样吧，既然到县城来了，你有没有啥想做的？我们来。有。要干嘛？想洗头。洗头？洗头家里不是能洗吗？家里面还要烧水，自己洗太麻烦了。关键是头发太长了。对。那行，那就找个理发店不行洗一下了。那个是不是？走去看一下。你这蜜这头发真的是洗一次很难的，太长太多了。这边是有一个叫什么一个造型，他洗头应该能洗的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舒服不蜜？舒服。什么时候多一半？差不多有一半了。有了。看一下，转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哇，你那个啥，那个皮筋他给你了吗？给了。给了是吧？给了啊。花多少钱？20块钱。感觉值不值？值，你看他弄得好好，然后给我弄那个护发素呀，给我弄个最好的，然后也不要那么贵，很便宜。好了吧？我满意。满意就行。感觉就是钱花了值就行，对不对？是。那。还要买啥？我买啥？那我给你买盒菠萝蜜。不要了。买一盒吧，买一盒。不要了，我们回家吧。不要。那不买就回家了哦。回吧。等于今天来事情也没办完，办了一半吧。明天接着办吧，行不行？可以。今天来给你对洗个头也挺好，看你挺享受，挺舒服啊。舒服的很，你看。哎呀。头也不痒，然后也不油了。花钱就是好，是吧？好吧，明天见，朋友们，拜拜。明天看我们那个蜜的医保卡能不能顺利办出来啊？是的，拜拜。